大家来期待一下第一局比赛羚羊的一个发挥。确实需要给羚羊更多的这种对抗的机会嘛。因为之前 solo 赛一直是羊随上，因为事关比赛的一个结果，是起步东方更快，压制到前方的车身位置，羚羊可以找后方的对抗机会啊。那道东方卡得很死，开 ECU， 转 ECU 冲过来出弯，细节还是差了一些啊。是东方还是保持到起步的领先区，这个点撞墙给了羚羊机会，细节差架不住你失误啊。对，这边还得集气，很伤哇，连续弹跳三四下，东方这有这个失误很难受，追不回来，追不上去。其实后面的话，刚弄完过的也是做调整了，路线不太好，这样要追就没办法了。羚羊先下第一分啊，哇，这个可以给到东方一些小压力。对，看下个弯弹不弹，弹不弹也追不上去了，没弹出来。那这一分应该是没有了，所以方哥还是得练啊，他的稳定性其实打一些二维强队的话还是有一点不稳定的。这样的话恭喜羚羊先拿一分啊，伊斯塔这边先拿一分。是接下来起步啊，这边想因为前面有平跑，对，他有机会去抢到领跑位的，那这个起步速度也是个问题。这个弯东方是改超过去了，东方跑法不一样，他面是借个单边就直接甩过来弹过来的，弹射也出路线的话，这个角度东方是后置尾盘，对，开 ECU。 那这边在操作上面是有一些差距的话，是这家荣耀前期优势发挥不出来，这把还是东方出去，所以其实得抓到前方东方失误出现了一样，对，不能有个人失误出现，现在只能看东方有没有个人失误。对，东方单骑这边得调整一下侧身过来，一些单边延续，但说实话这样操作有点慢，还得集气。东方你可以通过羚羊的视角看东方的这个操作路线，其实已经非常求稳，自己可以关注一下单圈成绩，并不是特别的慢，还是维持到第一圈的一个距离，单圈在52秒左右，52进，弹起来了，弹的不够快，再被拉远了一些距离，没有失误哦。主要是你起步卡不到对方进霸的话，后面的确实这个赛车的特性不是足以支撑全局的一个加持。对，这个赛车已经呈现了一些差距，现在亚人荣耀其实登场率会非常低，基本上不登场，进霸跑的确实也特别灵活。对，侧身跳一点，羚羊这边，羚羊确实贴边啊，他的想法也跟我们一样，就在等东方的失误，就是他跑的也非常的稳，但是没等到，这把是东方不慌了呀。应该在41的是1秒36，所以也是不快的，还是比较稳定的全部的跑法。看我们记录多少，对吧？其实还是有差距的，因为这个图二一跑的少。哎，东方磕到一下，但挡到了羚羊，羚羊没有抢到这个优势，那道也钻不过去。看这个弯道比东方更加贴边，没有弹起来，这边只是一个普通的 CWW。是的。突然角度得调整一下，紧接过来，那就得看前方东方在那个拍飞区有没有失误出现了。对，因为这个领先距离其实不算大，首先是拍飞，然后是火球。哎，这个路段是没什么失误点会出现的。过来延续，东方先过这个重载拍飞区域。现在基本上东方领跑出来就是一个单机状态，一下两下。磕到一下，那能哦，这边自己没搞好位了，对，位赶紧跟上来，东方还少了一个氮气，羚羊角度也不好，后面还能再弹下去了，哦、把羚羊给直接下去，好像中了一个吧，没中，没中，但是这样的话也跟不上，对，这个还是实战经验，对，再下一分了，他知道那里可以去怼的，去硬抢，就那个位置，其实我觉得反倒是后面人会有一些优势，他的云也是，宁青又换车了，对，之前禅师也解释过，对。他是在迷惑你，选车是可以迷惑的。对，所以其实羚羊他选图的话，应该是考虑自身的一个状态，完全考虑良好试验场，没有考虑到赛车的一个反选手的压制。对，所以羚羊起步冲出来了，跳板处是个失误点，果都非常稳定，这个点是有必要出现的，可能东方这个暴力软果非常的快，
卡器哦。单弹气条靶，这里单弹气条靶它会少一管弹气，是为了追上来吗？后面还得卡气，羚羊是双弹气的，他那里没有卡气，所以说一直是单弹气的。是的，这样容错率会比较低啊。对，这里跟过来在卡羚羊的位置，有没有机会对抗？飞上来以后，这个加速弹的延续，但他这个延续没有那个快。嗯，弹气补回来了，弹射出来一个弹，第二个再弹出来。这个图羚羊非常高的稳定性，没有机会啊！跳板处中猫跟得非常的紧，这个进道口中猫再拉近的距离，哦，磕到了一个小喷，只有290的速度，甩过来再次单弹气跑法。是的，哦，还再磕到。那这个车就其实后面没什么失误点啊。对，这又比较难追了，说实话。啊、这个图羚羊打得好凶啊！但是东方一个贴边又再次拉近距离，羚羊的路线有点肥了，开始对稍微的求稳了，没有那么激进，就看最后的那个弹射路线了。这里顶到一起，东方能过去啊！想挤开，但是羚羊有氮气，你单弹气爆发，你容错率不够。最后踩加速带，直接是恭喜羚羊扳回一分，2-2。是的，这局东方有点就过头了，会有点劣势。开局两个二连段位，对。延续，直接开 ECU 走了。还有一个想法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东方想通过实习城先找一找手感，是对吧，先刷一刷是吧。对，因为极速被办掉了，要么拿难度找手感，要么拿最简单的图找手感，看微弯弹不弹吧。东方刚刚是没弹，刚刚是羚羊弹了，羚羊得做后追啊，必须得弹的。对，哎，车辆还不占优势，这个车距好像拉近了一些，拉近了。哦，这边东方失误了，这个车距是有些远的，但是这个弯过得很贴边，拉个 WCW 喷。这局就这一大局分比赛，如果说真的是一四二拿下了，血赚的。是啊，哇，东方这个弯过得是得调整啊，有点着急了。后追集气以后再拉一个原地的第二圈帅的 CW 喷，要做提现得弹了。我觉得后面得去像地圈羚羊那样，羚羊因为上场比赛羚羊的手感已经找出来了。对，东方这个点还不进结果，求稳，但是小飘过的其实也快一点。走弹，这个弯拖沓了一下，断弹的 JCW 的喷。就算你是苍蝇军，这个图这个差距追不上去。对，这分丢的有点难受。对，这分你一旦丢了，现在是3-2，下一局你不敢选你的劣车打强车，是一旦选对面打强车抢赛抢局点。哇，这把伊萨血赚啊，这个选车是就要打掉苍蝇血影，而且是积分领先分的。目前东方这个如果想要打实交的话，下一场比赛就是天空之城，或者是你敢打反实际，他就敢打这个指挥官。现在是给到后方东方的一个选择机会，但是来说的话，确实这局打的也是羚羊的心脏局。嗯，对，这一转就转了这张海神身上。羚羊这一分不敢直接让，因为你这分是有机会能够拿下的。羚羊海神有海神一切皆有可能，对啊、后面我们还能做海神的一个反选。看这把起步，东方还是会领先，而且这个差距还挺大。对，这没办法，数车嘛。现在就是东方的个人单机，看东方稳定了。对，就个人单机，看你怎么跑。羚羊又继续求稳，你看，对，就我就稳着跑。单分延续，再见暴力入弯。这个第二圈的第一圈容错率还是比较大的，对，就看最后那个石板的落地路线如何。东方先过，求稳飞跃。这里羚羊顶上墙，角度没找好，差距被拉远了一些，点瓢也没点好。这边是直接点了，就没卡气。其实感觉这个图的一个熟练度还是不如东方那么高啊。对，这图是曾经 RG 的王图啊。是。在卡气。那这个其实能够看得出来伊萨的羚羊的一些缺点啊。嗯。他的赛道库很少，他的特定图跑的不是那么的理想。对。他只有某些赛道跑得很快。
最后的飞跃情况，东方过来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林阳在后方的话呀也是过去了，1分21秒14，还刷新了记录。哦，刷新了，快了0.03秒。是，对，这个是刷新了记录。神风玉堂是的，1分21秒14的新记录，这个就证明其实他跑的也不是特别快。神风玉堂不可能只刷新到双人快了0.03秒，就新车嘛，逐新者神。烽火首先起步，烽火台就是个起步点。起步，东方更快车速，但这边可以不用，直接用氮气漂移。对的，看这个三连甩尾点吧，领羊过来，角度还不错。东方在漂移下顺利，开始 ECU 做一个后追，你看这个后追速度。是的，在逐渐拉近距离，后期是东方的一个强势点。已经是逼近了呀，对的，这个起步的领先优势。看羚羊这个跳板的通过情况怎么样？落地弹过来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东方拉近距离，东方现在节奏感非常的好。这个海神像拉过来，开飞机一样啊，越追越快。反射。弹，是的，哎呦，羚羊没弹出来，这边拉近距离，拉近距离，拉近 ECU 要拉远，是的，但是东方还留了一次，挤掉了，这里去一个外卡内把羚羊上墙，但是还有机会飞跃死亡飞跃点，东方先过，怎么样，顺利飞跃，羚羊好像角度也不错，羚羊想提前下去，这个提前下去的速度还是不太够呀，要恭喜东方来到自己的赛点局，4比3，差一分就能够打入明天的比赛。看到起步，东方也怕，就是知道自己不太稳定，那万一打强车输掉的话，他就稳着来去抢后面的两分局势，对，你是对面会有一个优势。哇，还想卡，这关过得非常的极限。哇，这边给机会，还得调整，还没有氮气，过得太贴了。这个节奏点，但是林阳其实后面也慌了，连续磕两下，东方下来也磕到了，对，互相送啊，这个就平分了呀。确实也挺下饭，就前去跑。对，那这样就来欣赏一下选手的个人操作。对，好像听到外面 RC 队友的哀嚎。现在，哎，这角度复位了。哎呦，这里复位也追不上，就是，对吧？是。这边弹其实也弹不出来，弹出来了，角度不太好，路线没有那么好，蹭漂移也能过。对，再接暴力弯，东方确实前期那个失误太伤了，直接导致全程这么大的一个，关键是你会发现他跟第一圈第一张赛道一样，他一旦一个大失误之后他调整不过来。对，卡气啊或者路线还是比较的尴尬的，他大失误之后的损失特别严重。对，而且是在那种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不是像西湖长城那样、就是你这个失误会造成那么大的一个影响，所以东方是需要比较舒适的一个起步的领跑环境，然后他是如果前期特别大的一个失误出现的话，他就后追是比较难受的。对，你这样的话又打平的话你又不可能跑亚洲荣耀了、你因为你不可能让对面抢赛点。那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选什么图了，下局是东方的选图机会，所以其实感觉可以打一些难图吧，打这边可能羚羊会比较高，失误性会出现。